欢迎回到李玲说，李玲感谢你又带我看这么漂亮的房子，这个后院真的是很厉害。我们今天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是在1999年Park D开发的一个小区，它的名字呢叫 Promontory。对 Promontory、这个当时是他们这个户型里面最火的一个户型，是 Plan 4。是它的 Plan 真的很棒，它的房间都很大，然后它一走进来就很高大上，有那种那种 columns 啊，然后其实你像你刚才讲的那个都很挑高，对，我爸妈很喜欢，挑高房顶，然后这个房子呢非常适合如果老人过来跟孩子一起住啊，因为它有四个卧室，然后还加两个 optional， 就是两个也可以再用作卧室啊，然后呢四个浴室，五个卫生间。所以户型真的是很棒。对，还有像上个礼拜你教我们的这个地方，Carmel Valley 这个比较比较旧一点的区，每个月的 Melrose 其实才100多块而已，超爽。对，100块吧。好，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还想提一下这个房子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后院，因为当时我拍摄的时候，然后业主再三就是跟我嘱咐，一定要拍夜景，一定要拍夜景。我当时就觉得啊、这么麻烦，还要拍两次。可是晚上过来的时候，真的我和摄影师都惊到了。晚上它这个游泳池啊，还有家的所有的灯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傍晚的时候呢，还能看到日落，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边 barbecue 一次吗？可以吗？可以吗？好，我们今天要讲 HOA， 来吧。对，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呢，一听有 HOA 呢，它的英语呢是 Home Owners Association，就是这个房主协会。很多人一听说这个，就有点像国内的这个物业管理费啊。很多人一听说有这个费用，因为很多这边独栋的房子它是没有这个费用的，他就觉得啊，我想要那种，我想买这种没有 HOA 的。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HOA 也并没有像大家想的没有优点，就是它有它好的地方。而且呢，如果你买的这个房子有 HOA， 很多东西是要遵守的。就比如说，我先从什么来讲呢？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HOA 对这个其管辖区的这个业主的一些要求。就比如说这个 HOA， 它一般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董事会，然后呢，它有这个，它这个董事会呢，主要就是执行和监督 HOA 的管理文件。然后就比如说，你如果买的是Park D的新房子，后院还没有做的话，那你在设计了后院之后，你第一个需要通过的呢，就是这个 HOA， 需要 HOA 的审批，或者是说你想装太阳能、装什么东西，它都要通过这个 HOA 的审批。它 HOA 呢，它一般还有一个 CC&R， 就是 CC&R 呢，就是具体的规定和条款。尤其是做后院的时候，它有强制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后院你必须要种哪一类的树，或者是不能种哪一类的植物，或者是说。有的小区可能是说在围栏上面你的高度啊，或者是说前几年有些规定比较多的，就是后院你不能晾衣服呀，还有你的前院装饰的时候要有多少绿植啊，这些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改后院，第一个要看的一定是 CC&R，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有 HOA 的话，它每个月都会收取一个费用，用于支付就是它 HOA 所提供的所有的服务。像有的小区它可能只是这个，就是外面这些公共小区的绿植被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卫生的管理。有的小区呢，它可能就会包含什么游泳池呀、网球场呀，还有什么小社区公园啊，对，还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这个。居民俱乐部啊什么等等，就是它每个小区都会有一些不同，所以它的费用呢也就会不一样。有的小区可能一个月就几十美金，有的小区可能是400-500美金。但它贵一般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提供了所有的这些公共设施。你比如说，如果这个小区有游泳池，可能你就后院不需要自己再装游泳池，其实省下的费用也是很多的。对，我觉得 OHOA 本身是一件好事情呢，因为你看，如果你不要 HOA 的话，你可以去比如说像圣地亚一个比较旧的区域，比如说 Alcohol， 我有朋友住那边，我就看到他左邻右舍要怎么做怎么做，就是没有人管制。我觉得
要有一点管制其实也好的。对，他你以后要卖房子也比较容易卖，不然你的隔壁在养了一堆鸡，对不对？其实也不养鸡也不是不好的，就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前面 park 的一部烂车那边 park 的很久很久，你没有 HOA 你就没有去没有办法去 control 这些东西。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你缴纳 HOA 的话，一般对你这个小区整个小区的这个房产的保值上和增值上是有好处的。是，嗯。然后现在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HOA 这个按时支付的重要性。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一些费用不按时支付的话，可能他就会在你的房，就是在你的房产权上放置这个留置权，这个呢就是会很麻烦，它就等于是一个黑记录。在你屋主在还清债务之前，而且它是不会被撤销的。再者呢，就是如果你要卖的时候，你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撤销的话，你的房子也没有办法卖掉，没有办法进行交易。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这个小区有 HOA 的这个费用的话，一定要按时缴纳这个费用，千万不要让在这个房子上放上这个留置权或者是黑记录，对你这个房子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还蛮麻烦，就是你要这样卖房子都快成功，然后发现哎呀 HOA 这边卡住，对，你还要把它给清掉呀。清掉。对，然后买房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因为进了 escrow 之后呢，就是大家会给你，就是这个卖方会提供整个 HOA 的资料，这个资料一定要去看，因为它里面会提到很多你这个小区的长远的建设呀，还有它的费用啊，还有有的时候 HOA 的费用也会根据你的时间不同会有一个调整，可能会上涨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看看里面的所有的规定，它到底有哪些会影响到你的。尤其是如果不是独栋的话，它的规定可能会更多。你比如说在这个 UTC 那边，就大学城那边，有的人他就是买了为了这个房子做投资，可有的小区它 HOA 就明确规定这个房子只能租给一个家庭，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租同时分租给几个学生，或者是说他有的小区规定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一年之内不能用于出租。如果你在买房过程中没有看清这些的话，你买了之后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到时候这个房子空置在那里或者是什么的。是，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房的时候把这个规定看清楚。这个是 HOA 决定的。对，哇，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规定。 Airbnb 也是 HOA 决定。对，你像比如说 Carmel Valley 这边一般它是不允许 Airbnb， 大部分有 HOA 的它都规定，如果你的房子出租的话必须要是30天以上。大学城那边很多小区也都有这种规定。我记得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他们有在做一个，就是好像是借钱的时候，他们会说哦，你这一区里面有多少人是 own 的，有多少人是在租的，然后这个会影响你借不借得到钱，或者是银行愿不愿意借你钱，你知道吗？他这个一般你像如果是贷款公司看的话，他会看一些这些信息。因为其实金融危机的时候房子最受影响的一些房子就是纯投资房，而这些纯投资房它就是用来出租的。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新小区包括盘地开发的这些，它都有明确的规定，你这个房子在买了之后你第一年之内是绝对不能用于出租的，必须要用于自住。它也就是为了确保如果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小区不会受到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好，有对这房子有兴趣的话马上找李玲。好的。好，我们下个礼拜要讲什么？下个礼拜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人在这边住了很久他可能都没有信用卡。其实这个信用度在美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所以下一期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信用度到底有多重要，不管您是在这边新移民还是说学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借钱的 nation， 要不是这个，所以一开始中国人来刚来这边的时候有时候就不习惯，因为中国人是 cash 嘛，对不对？可美国有钱的人他也不是放 cash， 不是因为他没有 cash， 而是因为这个系统就是一个 credit 的一个 system。 好，我们下礼拜请李玲来教导我们这个 credit system。 好，我们下周见了，拜拜。